钱给我，粮食补贴给我。这一年有多少地补啊？我知不道，我闹不清。地补的值过一年啊？值过一回，这一共值了是1200块钱。值没值过？我闹的人记不清。种当我值过一年，粮食补贴给那么的，地钱应该给那么补，行呗？这个地钱跟粮食补贴不是一码事啊？他是说什么呢？我种了你，我种了你地，你应当给我钱。你别忘了，你给我分了家了，你怎么不提这一点儿呀？你不是我有什么有什么留的呗？我都给你分了家了，还有卖种的地啊？你老板，我给这不是错呢？我给包大哥。你们一开始分家的时候为什么没给他？我听出来了，当时是没说地，光说着你们走吧，从现在分开了。那一次分家你们太简单了，关键这个地你这里糊涂了，兄弟，既然分家。我就给他清，能清的就清。另外，姑娘，你这里提到以前种着你的地得给我钱，这个事儿我们不支持你。因为什么？你这个期间你过来吃过东西，所以说从现在开始，以前的我什么也不说了，我就从现在我就要我这个地，把我男人的地从现在卖收以后给了我们，我们自己种。啊，对，你们也别管了，就行了。不可能。以前的你要你没有什么道理可要，没人你管事，在这说什么这地我跟你说，他们不是种了你们地呢是吧？一年都是两季儿，两季儿给你们4000块钱。有没有说过这话？以后我给他，没是吧？没说过，没说好的，一季儿2000，2季儿4000，给我种了我的地，钱儿那么一分钱都不到，全给老二留下的，真亏心你。你有完没？就当着你们二人孝顺呗，就当着你们心心吧，你就等着吧，找死你你！你就这样啊你啊！起来！他还叫叫他叫！别喊了！你别起来！你别起来！起来！今天开始打！你别起来！我打你来呀！我打你来呀！找谁弄来你？你干嘛？你什么话？你找谁弄来你？你没良心！你丧良心！好了，冷静点。哎，平时都是这样，每次都这样。你这么给钱，你还不给钱？啊！这干嘛这是？这怎么的了？爸，完了，我说一句话，任何事打不通，什么事没有。就行了。就我奶奶说不行，导演。小张说，分家时说好了，公公婆婆种着他的地，一年给他4000块钱。但是小张的公公婆婆不承认这么说过，这让小张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调解过程中，小张跟婆婆发生了肢体冲突。你这家伙，你猝不及防，你这出门就推下去，你这还行啊？你这么高的台，你出门就一家伙就推下去，你这还行啊？你摔死一个，你怎么弄啊？让他上屋里坐一会儿，躺一会儿就行。行呗，起来，行了，过去的事儿咱让他过去，咱关键是以后怎么过，咱怎么过日子，咱是说把这个地要回来以后，咱好好的过日子，都是父母，不是别人，你听我说，我他妈得到了，我也花不来这一些，妈，你坐这歇会儿行吗？先坐这歇会儿，别说了，这个事儿是吧？发展到这一步，如果说今天咱们这个事儿不说，以后也办不了，对你家是一种将来更麻烦。更麻烦，王大哥，你说怎么种，咱们都怎么种。咱这样的哥，你听我说，这个地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以后麻烦，给他以前的，你看看还能给他补些，就说包括他以前提到的那些东西，答应他的。没有给他呢，你们心眼的清楚，咱们实实在在的说，这个能给他多少的，咱们就高别就低，这一次事儿咱给他说清。我再给他10000块钱。啊。我一切了清，10000块钱，我也没钱，我还得接。10000块钱。啊。地从什么时候给他？今年卖收以后，啊、行吧？这个10000块钱什么时候交到他手里？今儿听着你我都交了。行，把地就给你们了，把这个二亩地给你们了，这个你们种还是不种，人就不管了，这是地的事。另外这个钱，一共给你争取到了10000块钱，包括种植你的地，
也是一个补偿，还有一部分就是说你结婚以后你要的这些东西，行吧姑娘。我老婆这么说的，收入不给收入，一人一半啊。你们问我老婆去吧，是咱说的不？今年麦子一家一半，谁晒谁的，谁卖谁的，问去吧。那个弟妹，你答应他今年的麦子，你说给他一半啊？今年麦子都给了他啊，都给了，是给他一半儿，一半呗。行，老俩说呢，就答应你，今年麦子一家一半是吧？你晒你的，他晒他的，行吧？没事的。今天帮大哥好好的劝劝你，以后不要这么太激动。刚才你把老婆推下来，要万一摔个好歹呢，咱这个脾气可不行。以后把脾气改改，好好的过日子，行吧，姑娘。行。哎，行。调解结束后，小张的公公就打电话让侄子送来了10000块钱，但是钱送来之后，小张又与公公的侄子发生了冲突。这孩子，你不知道真是惹事儿了，你。走，你走，你的。怎么说的？你们谁呀？怎么不听啊？怎么着？家长都骂我妈。你这样还行？你看这阿妹不给我吃饭，你这磨呀你！哎呀，你这个孩子，你怎么能说孩子不听话呀？你这么劝的你，你听话吧你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！怎么这个姑娘，你怎么还姑娘？你快放下！哎，没他妈的钱，是不是？哎，你怎么这孩子不听话呢？哎呀，八十块！别这样，姑娘，能听一句劝吗？没事没事，说完了完了，最后你们又打起来，你这，哎呀，你这个，打电话打过来去。人家不是拿钱呀？你拿钱你？我不拿钱了。他妈什么姐了？人骂我呢。赶快去医务室，让医务室给他包扎一下，姑娘。抓紧，先给他把伤口包住，以后别的都是小事啊。先止血。本来没事的事，就因为你这个侄子情绪一激动，给人家一骂，把这个火又点起来了，是吧？别让别人老参与，咱参与只是降火。按照咱们原先说好的地的事儿、钱的事儿，不就这10000块钱吗？就给了他，人家不是承认啥事都没了，以前这一夜接过去，好好的过日子，把这个10000块钱还是给了他。这10000块钱就是花钱买平安了，说白了，他们俩的事少掺和，不掺和，是吧？啥事不说了，要冷静下来，该做的还得做，过后了以后想想咱这个家怎么的过。行，咱就这样啊。这小张啊。